要不你来 Q。我说呀，我自己 Q 啊。哇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贾泰森的武林大会。这个真的是期待已久了，终于在生日那天就实现了。小伙哥的生日，然后这个武林大会重现，啊、重现啊，大家可以重新现世，整个江湖又开始血雨腥风了。哇，我们起来了是吧？没办法，毕竟实力在这摆着呢。你看这位和狗待着一起的这个男士，他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怎么只存在于电脑里了？我被看到旁边有一只狗，哎，换成另一只狗，两只狗。能不借着他？不借着他，不借着他，自己先玩会儿。对。然后，那我们接下来先来，我们贾泰森聊一聊咱们这个武林大会啊。然后再想，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关于咱们这个武林大会啊，它的始办之初是为了什么呢？你们有没有谁还记得？其他哥哥姐姐都在练习，然后我们周日去看武打大会。然后那个从武林大会创办至今啊，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届武林大会了，不过都是在韩国完成的。然后到中国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武林大会这个习俗啊就开始不复存在了。今天呢，借着我的生日，我想让他再重新回归一下，回归一下郭村这个充满血雨腥风的大江湖，是不是？于校长、于长们，什么充满血腥的什么？血雨腥风。你够红吗？啊，贾大宝。你看这够红吗，贾老？这个不知道什么门派的长老对我不太尊敬啊，怎么办呢？这最左边的那是什么派？最左边是什么派？那是茅山派。算是认输派，当时算是。我不打，我不给你。那是茅山派。哎，两位小爷，可以说一下今天谁第一个给你我是长的说生日快乐的吗？今天李奇第一个跟我说的。本来今天我要给张五哥第一个说的。你行了，你没有资格。那你还有七个就是。龙龙，那个第二天才跟我说，就是睡觉醒了第二天才跟我说。你看我是七个。你看我是这样子，我把那个字已经提前打好了，我打的时候睡着了。哎呀，那不还没打吗？七点多跟我说生日快乐，睡着了，然后你看我。早上醒来立马，我说七点半。李奇一过十二点就跟我说了。是。我忘了，当时是。爱淡了，梦远了，感情。您看完了。大家不知道这首歌。不知道。大家不知道。于小雨12:22，在我发的朋友圈底下说了个生日快乐，然后一直到今天现在还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生日快乐。怎么了？我还送你一个蛋糕呢，生日快乐蛋糕。你看他还不说啊。我觉得于小雨这样了，一会儿的话，我觉得让于小雨先来挑战我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晚了，生日快乐！晚了！不是贾泰森可不吃这个亏啊！贾泰森的这件事情，是因为当时我在出行城的时候，我们有在一次关于舞台的一些设计，还有走位各种方面上有一些分歧，然后这个分歧呢，就导致矛盾可能进一步的增生。因为当时大家这个情绪很激动，但是蒋火车呢，他摆出这样子拳击的这个姿势之后，所有人都笑了，就是大家的这个情绪瞬间就怒火值就那关分数下降。啊，蒋火车，我来当齐哥，你跟齐哥演吧，齐哥不要跟齐哥，他正好在角落里被逼无，他在角落。这刚是因为什么事？因为舞台的事儿。我然后当时在门口刚进来，我就哎呀，一点儿也不像我了，去了，一点儿也不像。哎，七哥，我来当你，你来当我，我来当你。行，给你这个机会，你就往你自己的房间走。你离我什么？我往自己房间走。来，我觉得这事咱俩得讨论一下。你接着走，你这讨论嘛也不讨论。我别讨论嘛，你快别给我动手动脚的。讨论一下。我别给我动手动脚的。七哥能听到吗？好，我们言归正传。言归正传。我们说一下正经的事情。我们有多久没有开武林大会了？有好久了，因为我们感情逐渐升温，所以就不需要了。2021年没有，2020年没有，2019年没有，2018年的。2018年、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，三年了。对，是，之前呢还是要靠肢体的优美动作来化解一下彼此的恩怨，现在就直接语言。我们现在是嘴炮。现在是文学。嘴炮。他为什么去三亚度假了呀？哎，你为什么去三亚度假呀？他在穿越吗？你能听到吗？怎么听不见？
对，就是我想知道一下，你为什么没有能来现场为贾虎哥庆祝生日？是因为我在给他准备什么惊喜吗？因为我在家睡眼睛。你眼睛怎么了？你太别了。齐哥需要治一下眼睛才能清楚的。行吧，那就原谅你这次不来现场吧。哇，就这么轻易就原谅了？那毕竟人家哎，他第一个跟我说的生日快乐，你们呢？就是礼物。看他搁那干嘛？你干啥呢？他在练习舞蹈动作。他在练习舞蹈。哦，在练摄影呢。哇、哦，就是给他们齐哥，你来变个魔术呗，你来变。没了，变过去了，出来了，变一个，哇，这么小啊，变没了，变，好，咱们不理他了，这都出不来了，都不理他了，咱不理他了，来吧，咱们就开始咱们的，站远点，这第几届了呀？第520届，第520届武林大会现在正式开始，2、1。哦，加太来吧，时间来吧，快！飞哥，时间来，越一点，飞哥上去了。龙哥，来嘛，谁来？快！牛啊！哇，你在干什么？非常激情啊！我来，谁来快一点？你们来吧，齐哥来。炫，要不就你吧，来。炫，不是，那我就直接躺地上。来，裁判输不了，该输了。1、2，哎，不行，你快点来，于小雨，你这么怂的吗？来，来。你们来那个记者采访之前的那个对视，猴子对视那个来。好。You bought the dirt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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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irty。来，先碰一下拳。3、2，蔡澜距离。3、2，开始。就这样吗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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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小叔呀，什么裁判误伤了？裁判误伤。蔡京不着，我蔡京服。No. 但好像那个合同里边那个人物啊，就是打不一样的。打哇，那打中对手了。胜负也没有分出来，然后于是呢，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今天正式的 battle 好吗？来吧 ，OK， 规则呢如下。众所周知，武林大会，必然每次都是腥风血雨有所伤亡，但这次呢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比较 peace 啊，我们比较和平，所以说我们就先宣誓啊，我们一定要和平的进行我们的武林大会，没错，所以我们的宣誓内容呢就是。第一什么玩意儿来着？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。不对，第一绝不意气用事。绝不意气用事。第二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。看哪个？第一什么来着？第一绝不意气用事。来吧，5、3、2、1。来说，一起说。3、2、1。第一绝不意气用事。第二绝对任何一件坏事。第三第三绝对裁判不仅漂亮，绝对裁判不会说队员，裁判漂亮。第三2、1，开始。第一绝对不意气用事。第二绝对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。3绝对裁判的工匠漂亮。裁判机器人蜻蜓队长前来觐见。武林大会成员何兴龙，文书要
你们先赢了，谁要挑战我？我太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太，来吧，那我要先挑战一下武装。好，说让我先挑战我。来吧，我要挑战一下武装。哇 ，OK， 我要先挑战一下武装。自信啊，就自信的男人。就是你定采，就是挑战的内容吧。我觉得，你看，咱俩既然都是金牛座吧，哎，咱俩就看比谁钱多嘛。哦，那我可能刚过完生日的话，可能就了解。那这样吧，把公司这一个月的一些发票，咱们来算一算，一共多少钱吧，看咱们花了多少钱。来吧，无所畏惧。哎呦，那上道具吧。这局拼的智商和脑子。二，一，开始。我先让你十秒吧。我先让你。哇！不是，他是。这我先让你十秒。他是只用把所有的金额算出来就行了，对吧？对，我先让你十秒，好吧？十。三二一四九九八六十九点四五五四。行行，你赶紧算吧，别再把自己算出来。我算完了。250.89元，250.89元。它上面写了九笔行程，合计250.89元啊！它上面写了呀，这写的呢，不是得看题啊，答案就在文章里啊 ，bro， 不是在要上吗？太丢人了呀！哎呀，非常啊，没有，反正以为是数学题，你看他的笑啊。他觉得很有意思啊！是谁的？因为我想着这肯定是个公平公正的游戏，肯定就是像我家五娃。不是，都咱俩只是没有把这个都捏，有什么办法？我还以为真要你们把这都算了。我也真要你啊！作文的时候就是什么？我老师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：答案就在作文里。他已经准备好要锤我们的导演了。果然是靠智商赢的。赢了，靠观察，这就是主要是想让徐亮一把，因为我生日的话，你看徐亮毕竟不能输太惨。哥哥，哦，哥哥，来，下一个了，谁要挑战我？我还让他认真的。先走过了啊！我应该再晚一点说的，等到上了第八幕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。是狗狗来呢，还是小雨来，还是龙龙来？狗狗来。狗妹儿，鉴于你刚刚的表现，让我很不爽。来吧，现在来，咱俩来 battle 高音来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先用那个自信啊，勇敢的男孩。哎呦，拿我擅长的啊！天哪，我让你先行吗？我擅长的东西，我让你先。勇敢的男孩，勇敢的男孩。勇敢的男孩，勇敢的男孩，勇敢的男孩。等我一下，这个额外的某种魔力加持是不允许的，咱们这里就不能这样。谁呀？就我有点怀疑是某种魔力。谁呀？开玩笑，你来。刚什么掉来着？勇敢的男孩。谁来一个？勇敢。谁来谁赢了最高？勇敢的！哦，黑了。刚刚由于啊，然后舒扬把电脑抬起来，然后把栗子七给送走了，然后现在终于经过一番调试，然后又连上了。对，我们就继续刚刚的高音挑战。勇敢的男孩，勇敢的男孩，对，一样了。完了，狗已经秒杀全世界了吗？没有、啊。勇敢的男孩，我主要自己玩起来。勇敢的男孩，勇敢，贾泰森 win， 贾泰森 win， 这一局算加我 win 吗？我还有两个，就可以多获得一项生日愿望。来吧，所以说就看你们了。能让你得吗？强强联手能让你得吗？啊！